間是我們主管退房時間最早的十點鐘就要退房，不過一六點鐘我們就走了。聽到雖然要十點鐘退房，但有好處就是是免費提供杯麵的，所以已經被人拿盡一支了。這個人就在這裡吃的是今天的早餐，條街空無一人。出發，有一間開咗門。有嗎？那你們很早就出門了耶。對啊，今天是台灣之旅最早的一天。對啊，很早耶，你看我來，你們就來了。早啊。会很晕吗？还好。你会晕车吗？会。你会晕车哦？对啊。那等一下先买一瓶晕船药吃。在哪里买？这里买就好了。多少钱？50块。好，你要坐大船，有冷气的。好。太中度比较多我的两个。 Hello， 你看过海豚没啊？我哋等阵就要去睇海豚啦！哎呀，你做乜受伤啊？你同人打交啊？咁曳嘅，你着咗肉啦系咪啊？哦，啱啱报完名就系呢一间华为最早开嘅600蚊台币一个人，平过上网订，即系150蚊港幣左右啦，就可以睇海豚啦。Action 咧！就我哋架新買喺台灣買嘅遊艇。歡迎大家嚟參加花月一日遊。而家係朝早7:30，我哋到呢度碼頭嗰度，準備登船去睇鯨魚。而家有啲問題。个晕船，因为我实在太容易晕车晕船了，所以一定要用这个。好甜啊！你饮唔饮？别，你都唔饮啊？好难饮啊！好甜。喺边度？谢谢大家啊，来搭乘华为航空。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品种啊。
狗的片send咗俾佢哋。很远海豚啦，翻到嚟啦，攞行李，超级抵啊！143蚊港币啫，大家一定要嚟试下，同埋一定要买嗰个云船嘅食。佢咧系唔会晕船嘅，但系今次都想呕咯，我一啲事都冇，因为做嗰个晕船嘅。翻嚟。听完海豚食杯面，好吃吗？我呕到，而家食咗杯面，就呕啲面出嚟之后，我哋就打算离开花莲，不过去到苏花公路，发现大排长龙，所以就去咗搵嘢食。哇，好大块肉，但我薄。好大只鸡髀啦啩？七十一平方99蚊，嗯，而家前边条路喺度抢修紧，要等到2点先至开翻，要等个几钟啊！所以我哋喺 seven 嗰度食一个饭先。台北住的车，现在就买一下了。所以你们是来这里租机车，然后？你不要来吧，真的。苏花公路是台湾最危险的公路，每逢地震或者台风暴雨，就很容易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维修，所以成日都会封路。我哋今次就是地震之后经过呢条路，仲跌亲添，真系太危险了。不过因为苏花公路的风车，令我哋识到两个新朋友，仲同佢哋一起去咗宜兰嘅粉鸟林，一起影相留念。他们都是20岁出头，自己一个环岛的大学生。之后我们还一起去了市区，然后我们就请他们吃了一餐饭。吃完牛扒就吃豆花锄冰了，台湾的锄冰真的很正，又便宜又抵食。有时候，